原标题：珍贵的影像，真实民国时期的长江三峡纤夫。1946年，国民政府拟与美国合作开发三峡，美生活杂志因此斥巨资开设了这组弥足珍贵的三峡照片。1946年，三峡江段的纤夫。1946年，三峡段的纤夫。1946年，三峡段的纤夫。1946年，三峡江段的百船人。1946年，三峡江段的百船人。1946年，三峡江段的百姓生活。1946年，三峡江段的百姓生活。1946年，三峡江段的船。1946年，坐着岸边休息的人。1946年3月，河边洗衣的人。1946年，万县江边码头。1946年，万县劳作的民众。1946年，万县江边石梯。1946年3月，万州桥。1946年，万县同心金兰会友行，敲锣打鼓，舞龙相庆。1946年，万县江边码头进行。1946年，高空拍摄的三峡江段。1946年，高空拍摄的三峡江段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